开心吗？啊？不开心。为什么？没有人随份子。120个人随份子那一会儿。但是我们没有专门设一个那个随份子的一个岗位和一个那个席位，一般大门口就会有人在那收那个份子钱。待会儿我得跟导演提。谢谢各位到场参加我们新闻的周期仪式，共同见证我们的幸福。你以为这就是大团圆结局吗？两极反转。那林月跟安心那边怎么处理？赶紧给我杀掉。李小师，赶紧切掉，把电源关掉。凭什么他林月就是在好好经营的事业，我林胜只是个会败光你基业的败家子，凭什么他林月这个私生子有资格继承你的集团，而我林胜就只能够像阿猫阿狗一样靠你们垂帘活着。只要那个女孩消失了，我的女儿大战的事情就不会暴露。是为了你，你到底是为了我好还是为了你自己好？你骗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才是那个凶手。现在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满意了？今天顾先生心好累啊。结婚还没结完呢。那是结婚。这个六页纸的戏台给拿去，甚至让观众都想不到，想不到为何有如此多的反转。